国际扶轮三四七空地区首次整合扶轮之子零用计划，为弱势家庭的学生提供12,000元的助学金，资助学费等相关费用，让弱势学生会当安心学习。这次的零用计划结合了云嘉南以及白湖等县市总共7台的扶轮车，募集总共700多万，其中有332,000元，就用来照顾台南的261位弱势学生。在云嘉南同个地区，总共有70个扶轮社，有捐助了700多万。那另外呢，在台南的部分，这光是社会局就有193万，帮助161位扶轮之子。另外呢，还有包括其他，我们包括除了社会局之外，其他局我们总共有261位，总共有313万，这个真是了不起的成就。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各位社友，还有我们的社长这么的支持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扶轮之子去做起来。那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 PDGRT 国际扶轮三四七空地区扶轮之子委员会主席彭运珍表示，过去拢只是出钱尔，这次是首次社工陪同，一同前往受助家庭访视，为过程中更加有动力性，也希望未来这个计划要永续办理落去。以往我们都是只有出钱嘛，比较很困难，可以直接去接触案家。那这次我们走出去了，然后我们跟着社工走，我们从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一个同理心，所以我们帮助到别人。那我也希望说，未来我们一定要继续永续。社会局指出，台南市为实践中华社会安全网，就近服务弱势家庭，已经成立安平、安南、北门、玉井、善化、满道、新丰、新营、永康、东区、南区、北区等12处社福中心。社会局嘛提醒，若是民众在生活上拄到紧急事故、经济陷入困难，拢会当向市府社会局，也就是各区的社福中心寻求协助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